如果先死，我就会变鬼回来找你。你可不可以当作是帮帮我？帮你？我怎么要帮你啊？又不是和你很熟。没有钱啊？叫楼上的鬼帮你啦。你看，这些头发到处都是。你听到吗？你听到我了吗？请问你们有几位？什么全部鬼都这样丑样的？你又怎么知道他们丑？你见过鬼没？看戏的鬼咯。鬼的形象啊，是死人意识的延伸。戏里面的鬼啊，是死导演意识的延伸，跟真鬼没有关系的。